支持者其实看到的是现在国家面临最重要的议题，最重要的挑战是我们国家安全上面的挑战。那我们也看到我们所有的选民，所有的市民希望要有一个立法委员在国家安全上面的立场是非常明确非常坚定。那我们也知道今天之所以我们有这么多的支持者，是因为我们他们看到一个他们认同的理想理念跟立场。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严重。那我们民主政治民主制度需要政党的竞争，那我们也希望，我们也期待，接下来我们持续会有越来越好的竞争，越来越正面的选战，是透过议题的挑战，议题的区隔，而不是对任何人身的攻击或人身的污蔑。国会的席次怎么样能够有最多，而且甚至过半，对国民党来讲是整体的，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希望说，每一位我们国民党的区域委员都要做最后的冲刺。巩固好自己的这一席，或是挑战者怎么样赢得那一席的委员，我想这个让国民党在国会过半才是我们整体的目标。